暴动啦！仔仔周渝民很久没有在台湾亮相，吸引各地的粉丝前来朝圣，现场真的是无法控制。超亲民的仔仔完全没有架子，还和粉丝大合照，真的是超帅的。话说仔仔，你是不是变胖了啊？还我花泽类。最近啊，可能有，对，好像有。好啦好啦，幸福肥还是很帅的。最近忙着拍戏，长时间不在家里，不怕女儿只爱妈妈吗？每一天，我一到房间，一直到睡前，我都可以跟她视讯，可以陪着她，所以没有那种好像好久不见的感觉。对，仔仔这么会运用时间，果然还是会害怕自己在女儿心目中的地位。她会愿意亲，iPad 里面的爸爸，但她不愿意亲真人，她会害羞，所以我叫她亲我的时候，她。就转头再找旁边，然后找那个平板，然后就去亲平板。我就觉得他很搞怪。哎呀，看到这么帅气的爸爸，哪个女儿不会害羞的啦？